kasau dolek kejiroka kenita su babau dahani. Wada sum skia nasunka degiak taluku nio. Tansu palubi dahegan sebikan utuh madu pada. Sidung nio mekelik mapos karen nao. Karena kedesan nio biak bimudus selegu mendekabi melobo ini sangai.三月，高山上的雪尚未融化，山下却已经春暖花开了。温暖的南风一吹起，许多鸟类纷纷换上艳丽的新装，开始一年一度的繁殖大计。这个隐藏在松萝里的巢，由三对夫妻档一起共同承担，他们不分彼此，协力完成筑巢的工作。青鸟会很仔细地检视巢内外的状况，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垂挂密枝的松萝不仅能够遮风挡雨，伪装效果更是一流。如果不是青鸟进出露了馅，这个巢根本完美到无懈可击。和鸟类一样，动物在森林中的生态角色也是多层次的。有些动物会在树上找食物，有的在地面上觅食，有些会爬树，有的善于飞行，有些喜欢住在自己挖掘的洞穴里，有的会利用天然的环境，各有各的本事。森林就如同人类社会一样，有多样的层次、物种、个体，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生存空间。每一物种的生存需求都不一样，每一环节的存续都举足轻重。抬头仰望森林高大的树冠，我知道人也属于这个充满分多金和无限缤纷的美丽生境。眼前的草木、飞禽走兽，在我的记忆和经验里都是庄严神圣的，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关联，万物密不可分。